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又来到崖山浩宇的旅游视频。今天我们在广西乐业县龙川大石围景区附近，又有好地给大家看了啊，就是我这后这边，不是谁家的祖坟，葬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背面的山怎么样？然后呢，它朝向是朝这边的，朝向这边，这边是朝向。那个地是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拐弯那个地方，不知道后面的山怎么样。我们还是用无人机起飞一下，用无人机航拍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山形，到底这个地方怎么样。如果你会看的话，有什么想说的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、点赞、加关注。